云想想啊，楚北野，上次不是对他说谢谢了吗？不会是又准备换着花样来整我吧？云想想啊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，你欠我的钱是不是该还了呀？什么？你又发什么疯啊？我什么时候欠你钱了？不会吧？难道真被婉婉说中了？今天果然超级倒霉。难不成云大小姐想要赖账？你上次在食堂摔了我100万买的变色龙，它破点皮都要我花2000块钱去治，你说这笔钱是不是该找你算？少爷，我终于找到您了。你们怎么过来的？我说过不要总是跟着我吧。我做错了什么？少爷，是您说你早上忘记带钱包和手机，让我们给拿过来的吗？这家伙没有带钱包，所以才……原来是楚少爷出门忘了带钱了，饿了才一直缠我。不就是一顿午餐吗？我还是请得起的。你少得意了，我的宝贝变色龙医药费可是实打实的，难不成你想就这样赖过去？少爷，您又忘了，变色龙一直都没事啊。回去您喂了几条壁虎后，他就又生龙活虎了。这就是猪队友的感觉了吧？滚！滚！哎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楚北野又来找你麻烦了？是谁睡得跟猪一样？本来还指望你这小妮子能帮我忙呢，结果每次到中饭时间都呼呼大睡，食堂几乎都没剩什么饭菜给我们了。嘿嘿嘿，哎呀，你就别再念叨了，楚北野我哪惹得起啊？不过下次要是他再敢骚扰你，我一定为你出头。婉婉，你小声点，在班上讲这个魔头名字我还活不活了？班长，运动会我们班推荐云香香跑1500米，他人高腿长，跑步对他来说绝对是小意思。啊，对啊，还有400米和跳远，我们都觉得云香香可以做得很好。什么运动会还要我跑1500米？喂，1500米，你们自己怎么不跑？当事人就在这儿呢，谁让你们擅自做主的？你别给我太嚣张了，莫婉婉，你以为我不知道那天是你去告的密？我对付不了云想想，难道还对付不了你吗？你最好给我小心点。转杠的好姐妹，让她好好为班级争光，我们都很期待的。婉婉，你没事吧？他刚才对你说了什么？是不是骂你了？真是火大！喂，你是班长吧？这种情况你都默不作声的吗？我可做不了主，云想想现在可是女生公敌，你们自求多福吧。婉婉，算了，他们那群人针对我也不是一次两次了，就算和他们扯赢了嘴巴官司，保不齐报名表还是会写上我的名字。想想，难不成你真的要参加吗？没事的，就当锻炼身体了，况且离正式开幕还有一段时间，好好练一下，到时候不是倒数第一就行。若能通过这次运动会，也许辅导员就能记住我的名字，到时候没准专业调剂会更容易点。等着吧，我是绝对不会轻易屈服的。